认识他吗？他是 NBA 的中锋坎特，现在呢是很呛中国，而且呢大赞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，说未来就是由台湾人自己来做主，还说台湾永远不会臣服于邪恶的中共。甚至呢，他透过了 CNN 的专访，还爆料说 NBA 的高层对于他这样子的行为是默默力挺。